이잔수 상무위원장님의 방안을 다시 한번 환영합니다. 中共三把手大陆全国人大委员长栗战书和南韩国会议长金正韶面对面会谈。韩联社报道，栗战书在和金正韶发表联合新闻公报后，拜会南韩总统尹锡悦，双方谈到扩大两国共同利益。 栗战书是新冠疫情爆发后第一位出访的中共政治局常委。这次到访南韩，外界认为他最重要的任务是促成中韩两国元首碰面。但这还需观察双方在最具争议的美国部署萨德系统以及晶片联盟的关键议题上能否达成双方满意的答案。但就在栗战书和尹锡悦见面的当天，大陆首度派出歼-20以及运-20迎接第九批在南韩战死的志愿军遗骸回国。 中共空军第一次以双-20组合执行任务，大陆有军事专家解读，这是向周边挑衅主权又想玩火的国家和人提出警告。我们装备了歼-20飞机，就是继承和发扬，尤其是熟练运用手中武器，在体系环境里面打造我们的强军先锋。另一位大陆专家宋忠平也有类似看法。 他认为，解放军出动最新型运输机和战斗机迎接志愿军遗骸，就是要彰显大陆军队作战能力一代比一代强。TVBS 新闻焦汉文、李敏珍综合报道。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